给潮州学的亲人们晚安。尊敬的魏老师，晚安。我没想到这次来台湾会上台的跟大家分享。其实我和你咋，我分享的不是别人，是我自己。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，也就是我记忆犹新，4月13号。我去我们当地医院去那个照核磁，因为我的腰椎以前就有毛病，这次犯的比较严重。然后去照核磁的时候，我连坐都坐不了。家人给我送到医院，等于租的轮椅坐不下，因为是我的腰椎是。疼嘛，疼腰椎引起的疼，这半条腿根本就是走不动道。然后到医院做核磁，大夫出了结果，医生就告诉我直接入院。他告诉我你的问题相当严重，是怎么的？咱们平常骨头跟骨头中间有一个髓核，是那个，我也不太懂这个医学。人家一般情况下，有的犯那个腰椎啊，是啊膨出或者突出，是这个髓核挤出来了，而我的髓核呢是脱落了，所以说跟别的症状是不一样的。他这髓核一脱落，直接骨头碰骨头，疼的你呀没法。大夫这医生告诉我，你就是卧床，然后。除了卧床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是动手术。在医院我住院的时候，是我的好姐妹吴凤玲师姐，还有她的妹妹龚俊吴师姐，他们去看我的时候，我那阵儿就是卧床，根本说是自理能力都没有，厕所去不了，躺在那儿都要找姿势，姿势不对就疼，相当的疼。他们去，当时还没给我介绍这长寿穴了，是后两回去看我去，给我介绍的那个长寿穴。我那阵儿啊是特别的痛苦，那阵儿，哎呦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痛苦的你死的心都有了。他去到那看我去，跟我做调整。哎，我感觉调完了以后身体感觉有点舒服，不那么疼了。然后他们说6月份在济南有一批学这长寿穴，可是我那阵儿啊还在外卧床，根本坐火车坐什么都坐不了，就没去成。然后他们没事儿，就是一到公休的时候就去给我调，感觉一点点在见好。我也就是慢慢的有点接受这个。然后等于是8月份，北京，我是8月份北京第17初中级学员，到那儿。背着我先生背着我去进的会场，大伙儿一直在给我调，因为我坐不住，然后从后面弄了四把椅子，我趴在那儿，大伙儿轮流的给我调，特别感恩。到最后我的反应相当强烈，第一天我的反应还算轻的，然后疼，比刚开始犯病的时候还要疼。第二天我都不想去学堂了，因为看都就这床都不想下了，疼得特别厉害。然后我们的师姐就告诉我，你这是好转反应。那阵我心里想什么？
说句实话吧，这是什么好转反应啊，疼得我不行不行的了。回来他们愣是又是推着轮椅给我送到会场，临时有一个急救医生还给我扎针，当时扎了好受点，过了没有十多分钟又开始疼，接着包括开学室五位开学室都上手给我调，他们说我这是实体病灶。可是呢他们说你进要不不行的话就还是看看动手术，可是我们尊敬的魏老师太有先见之明了，告诉我能不动手术尽量不动手术。我的话我没动手术，你们现在看我还像是四月份那阵卧在床不能动，是上卫生间都不行。我回到我们这批学员学习完了回到我们本地的时候搭车回我们家，总共不过3公里不行。回到家以后哎呀自己调，我也开学了，这个手自己就不在这儿，基本上天天自己也会调。然后我的师姐他们到休息一有时间就去给我调。过了2周我去调整站，我们那头的调整站去了，到那会儿是大伙先给我调，我还伸不出这双手，我只能给我自己调，给别人调不了，因为我站不住。可是去了2回等到第3回啊，我没说，我头一次去的时候是我先生开车送我去的，等到第3回我再去调整站是我自己坐公交去的，人家也坐公交都恨不得坐着的，我是站着，因为一坐还是有点疼。所以说呢后来一点一点看着就见好，到调整站我都成我们那儿的奇闻人物了，就说趴着进来的现在站着把双手去给别人调了，这就是长生学的力量。没有长生学，没有魏老师，没有现在的我，我感谢，谢谢。